这条牧羊犬真通人性，跟着主人，主人让它下它才下，主人不下它不下。它自己不去玩，只跟着主人下。这条狗真通人性。为什么说牧羊犬聪明？很多人喜欢牧羊犬就是这个原因。你多吃了家伙，赶紧认识了。你看这画面多和谐。那条狗就很听话，只跟着它主人，不贪玩。手呀，不是？手了，绳马下钩，手整畅。枪开了，超哥他俩要打嘞。哎，我说你给他拉走，拉走，给拉一边。这狗是真听话。五年来了。小家伙怪好玩儿。我家伙下盐，鸡巴跟着下。是，我现在翘盐了。你不下，他也不下。我有一只白熊。是啊，没事玩玩吧。我有那个大小关节小头。往东走，这地方啊啊！一会儿拐那边，瞧着小狗。